弟兄姐妹，主日平安，很高兴又与大家见面，求神来祝福我们下面的音乐敬拜和主日的正道。我们先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慈爱的天父，感谢你带领我们今天在主日通过这样的网络的方式与大家见面。最重要的是我们又有一个与你同在的时间，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善。主啊，求你挪去我们心中一切的重担，求你让我们放下所有的包袱，在这个时候在你的里面有安息，有平安，有喜乐。主，我们感谢你，这样的祷告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好，我们今天的神的话语是诗篇57:7-11。神啊，我心坚定，我心坚定，我要唱诗，我要歌颂。我的灵啊，你当行起，琴瑟啊，你们当行起，我自己要及早行起。主啊，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在列邦中歌颂你，因为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诚实达到穹苍。神啊，愿你崇高过于诸天，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Thank you.
背上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我们的恩主。无论主您我往何处，我们都愿意前往。是如此的长阔高深，我们数都数不过来。主啊，求你让我们无论在什么时候都要学会感恩，
都要在你的里面记住你曾经是如此的恩待我们。主啊，求你继续祝福和带领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直到我们归天家的那一日。主，感谢你这么祷告，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感谢上帝，让我们有机会再一次的见面，这个都是神的恩典啊！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同心的祷告感恩。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还有生命气息的来到你的面前。神的这个绝对不是必然的，都是你的恩典。神的让我们在这一个星期天的时候能够一起来敬拜你，一起透过聆听你的话语，对你这个建立一个更美好的关系。要求你祝福每一个愿意来聆听的弟兄姐妹朋友，让他们真的是能够开放自己，能够接纳你的话语进入他的心里面，用你的话语有改变我们生命的力量。神啊，求你开我们的耳朵，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意，让我们更加愿意来亲近你，要恭敬的将这段时间放在你的手里面，与我们每个人同在，让我们听的讲的都是能够同感一灵的。谢谢你听我们同心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谢神，要这里记得，这是我第二次来讲这个加拉太书，明白下一次我就把加拉太书这个整体的来龙去脉，这个主题主要的信息跟你们分享了这个大概一个月前，要是你下次不在呢你可以找一个录音来好好的再听一次但是呢这一次呢我们就开始有机会能够近身的来看保罗每一个的论点。那这里呢今天我们就学了这个第一章的第八节到第九节。这里呢保罗做了一个非常严重的警告。他说什么呢？他说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愿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救作。那我已经说了，现在又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的。你看他短短的两句重复了两次，他也知道他的重复了，他说我已经说了，现在又说，就表示他这个是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了。这段话不单单是对当时的加拉太的教会的弟兄姐妹讲的，同时也可以用在我们今天的基督徒的身上我们信徒都知道传福音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责任，是不是但是呢越是我们传那个错误的福音那么后果都很严重的。这里保罗说他提到的他不是说讲的是异端邪说这么严重，他要是你按照第六节第七节保罗怎么说呢？我稀奇你们这么快就离开了借着基督的恩召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其实这并不是一个别的福音，只不过是有些人搞扰你们，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当日的加拉太的教会的问题，不是有人刻意的来传那个假的福音要是传那个又别的福音，也不是有什么异端邪说，只不过是有些人可能是好心做坏事，将福音改了一点，然后但是这个小小的改动后果是非常严重。所以呢这句话对我们今天很有热心去传福音的弟兄姐妹我们可就要加倍的小心了，因为呢我们要清楚什么是完整的福音，整传的福音，然后呢我这才懂得怎么就分辨哪里是被改动了，也可以确保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不会不小心的把福音更改了。因为这个保罗是说这个是又是我们这样做，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是会被救作的，非常严重一个的警告。那首先我们就问什么是福音我相信马上有人说福音不是好消息吗？不错，福音是好消息，
但是好消息不一定是福音，对不对？那举例啊，好像我们教会啊已经预备很快就有这个普通话的习题的聚会，这是好消息啊，对不对？但是这个福音吗？不是啊。还有呢，要是州长说啊，这个月月底啊，七月份的开始啊，我们的所有餐厅都可以开门啊，做生意了啊，你也可以，要是你打了疫苗，也可以不戴口罩去公共地方，这个也是好消息啊。但是这个不是福音，对不对？要是我说啊，过去两个星期再没有一宗的新的新冠病毒的个案，这个是个非常非常好的消息，但是这个也不是福音。但是有些人呢就讲得清楚一点，他说啊、哦，信耶稣得永生啊，因信称义，这个是福音啊。对，没错，但是还不完全。那更成熟一点的基督徒，他就会引用耶稣基督对门徒啊，对我们他所说的大使命，就是啊，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啊，奉父子的名让他们施洗等等啊，这个不错。这个是向还没信的人讲耶稣，带他们信主，多走一步，把他们带来教会，参加教会的聚会，这个都是好的，这个是应该做的，但是还不足够，因为这只不过是福音的入门而已。那保罗所传的所谓整传的福音呢，其实当然这个福音的出处是从耶稣基督的教导，就是耶稣基督对门徒所吩咐的所谓大使命。这个你怎么讲呢？来看这个 PowerPoint， 但马太福音的28章，在19到20节呢，这个其实我们很多基督徒都会背的啊。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啊。这个还没完呢，还有下文呢。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这个就是福音的传播了。那要是我们小心来看这句话呢，这句话呢，其实啊，中文讲得很清楚，没有问题，翻译也没有问题，但是呢，不能够完全的表达这个希腊文的原本的正确的意思。在原本的希腊文里面呢，这里啊，几乎是一个句子。一个句子呢，我们都知道，从文法上面，一个句子就只有一个主要的动词，其他的动词，那个主要的动词呢，就是使他们做我的门徒，其他的几个动词给他施洗，教训他们，这个都不是主要动词，而且叫做分词啊，英文呢就这个 participle 啊，我不知道你的文法有没有。还给老师了，这个是分词，就是叫这个形容的动词，是用来把进一步来解释这个主要的动词。那要是按键的认识呢，这句说话的结构是这样说的，耶稣吩咐我们什么呢？一件事情，主要的就是使他们做我的门徒。那具体怎么去做呢？有两个步骤，第一，这是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第二，就是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导他们来遵守。这个是两个步骤。那先看第一个，奉父子圣名给他们施洗。那要是你翻开你的圣经啊，要是你有本好的和合本的圣经呢，你都会看到这个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这后面有一个小字。化作给他们施洗，归入父子圣灵的名。那这个你要看和合本的圣经才能够看到，要是你看手机的圣经呢，一般手机的圣经没有翻的这个详细的，你就错过了这个重要的这个地方了。我觉得翻译成为给他们施洗，归入父子圣灵的名呢，这个翻译是更加的准确，更加能够表达这个主要的意思。那从此可以见到，单单派单张跟人讲耶稣开个布道会，或者做一些关怀社会的工作呢，这个最多可以算是
福音的第一步，当然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第一步，但是只不过是开始的第一步，我们还是要带他受洗归入圣父圣子圣灵的名。那基督徒呢有一个惯常的术语，他说我们受洗加入教会，这句话本身没有错，本身没有错，但是错呢就错在我们中国人呢很喜欢擦字，把一个字擦开来看，就是把受洗跟加入教会看为两个不同的事情。因此呢，有些人就是信了主了，但是他们觉得不需要受洗，有些人受了洗了不愿意加入教会，但是呢他就是把这个受洗归入教会把它拆开来看。那我归入跟加入呢，其实你小心想一想是有分别的。加入你可以选择加入还不加入，你也可以选择什么时候去加入，对不对？所以有些人我受洗了，但是我暂时不加入教会，有一天我想加入这个是把这个加入跟受洗跟加入教会分开来看。但是要是你把一个把它范围一个一个字，受洗归入是一个字的时候呢，受洗跟归入是同一件事情，同时的发生，不能分开的。受洗归入父子圣灵名究竟是什么意思呢？但我举个例可能就帮人明白啊。譬如说我开一个小的看板店在这个看板店呢我是老板，所以我要怎么做就怎么做，我要什么时候开门什么时候开门，我要放什么东西在这个汉堡里面也可以，都有我的。但是有一天我把这个我的小店就卖给 McDonald 了他来收购了我的小店了现在呢我就虽然我还是在里面工作做老板，但是呢我就不能够要做什么就做什么了，我要听命用 McDonald 的上头的指挥。当我们归入父子圣灵的名的时候，就是这个意思。以前我可以任意而行，因为我是自己做主，现在我归入了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就是归入了神这个三位一体三而一的神的名下的时候呢，我就要听从他的指挥我不能够自己做主了。所以当我们说这个归入圣父圣子圣灵的名这个时候呢，就是加入了这个神的集团，对吧？加入 McDonald 集团的名下，就是这个也是更好的说这个就是神的家神的家呢就是另外说法就是教会这个呢我要澄清一点点我们常常有的误会。当我们受洗之后，我们已经马上归入教会，但是这个呢是讲那个无形在天上的教会，这个无形的在神学的论点呢，这就是说这个是普世的教会，叫做 universal church。 但是呢我们还是有一个有形有体的血肉之躯的，所以这个血肉之躯呢在可能的情形底下一定必须要加归入一个有形有体的地上的教会。那我说在可能的情形底下，因为我们要考虑到譬如说在某些地方宗教没有这个自由的，你不能够太公开的来接受的，所以呢这个情形底下你不没有这个选择。但是在可能的情况底下，要是你说我受了洗，我已经属于这个普世的无形的教会了，但是一个血肉之躯放在哪里呢？所以你还是一定可能的环境许可之下加入一个教会，归入一个教会，这个才是能够完成这个福音的第一步。第二个部分呢，就是教训他们去遵守我所吩咐的。在我们信主之后，我们
我的大人信主之后呢，要是我们自己信主之后呢，还是要用主耶稣的话来教导我们，不断的栽培我们，用主的话装备我们，直到圣经所说的，在加拉太以弗所说啊，说的我们要等到我们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成为一个真正的门徒，能够活出一个得胜的生活，成为一个得人的渔夫。我们都有，不但是我被邀请现在信了，我们也能够成为一个邀请人信主的一个基督徒，这个才是完整的福音。那现在我们明白这个完整的福音是有两部分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回到加拉太书，保罗这里讲到怎么样有些人来改的福音，改的什么地方呢？那要是我问一般的信徒，很多时候我们说保罗这里说福音是怎么样被改的，我相信有不少的信徒不加思索的来回答，是犹太的信徒把因信称义的福音改为因行为的律法称义的福音。这个讲来是头头是道，但是呢，这个其实啊，当我们几次来读加拉太书了，我知道这个事实并非如此。那我们要是有圣经呢，我翻到加拉太书的第二章第15-16节，他怎么说呢？他说我们这个生来是犹太人的，自然知道人称义不是因为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清清楚楚说，连我们呢也信了耶稣基督，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不因行为称义。讲得清清楚楚的，可见呢，如何称义，就是怎么能够得救。在这个立场上面呢，犹太的信徒跟外邦的信徒他们的立场是一致的，因为从来没有一个信徒能够说我信了耶稣我得救是因为我守律法，因为他们每一个都是因为信了耶稣才得救的，要不然他就不是一个信徒，不是一个基督徒。那么改了什么呢？那问题呢就出现在这个福音的下半部了，就是当一个人信了耶稣归入教会之后，我们怎么样去生活，就是信主之后我们怎么去生活，在这一点上面呢就出现了一些的不同的看法。那某些犹太信徒的立场，那他说啊，主耶稣的大使命就是说得救之后我们就要遵守主耶稣基督所吩咐的去生活，没错啊，耶稣吩咐的，耶稣怎么说呢？耶稣的吩咐就是圣经的话啊。耶稣说律法一点一划都不能够废去，都要成全。所以呢，某些一部分的犹太的信徒呢，就觉得他们是有责任要将圣经的吩咐就是主上帝的律法来教导这些新的外邦的信徒去遵守。那摩西五经就叫称为律法书，就是他们最熟悉的，又是上帝直接的来办报吩咐出来的，所以呢他们就劝谕外邦的信徒在信了耶稣之后还是要守律法，这里出自这个的观点。而行隔离守节期就是守律法中间最容易的第一步，对，先把容易的做了。而且呢他们更加的指出，也是正确的指出，圣经说的上帝应许的福只有亚伯拉罕的子孙才有资格承受的。但是在这方面呢，犹太信徒就错误的认为唯有守隔离才能够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但是成为有亚伯拉罕的子孙的唯一的途径就是守隔离。这个观点呢
保罗是用了第三章全章的圣经来引经据典的来反驳这个立场。那这个呢，这个很大的学问，以后我们有机会再详细的跟你们来解释啊。今天呢就不解释了，但是我就指出来，他们错误的就是认为只有守割礼才能够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保罗说不是，你信了耶稣，你自然就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了啊。圣经怎么样支持这个看法呢？下一次有机会跟你们讲。那围绕保罗怎么教导呢？保罗是坚决的反对这些犹太信徒这个把福音小小的更改了。他们的改不，我自己觉得了我给他这个 the benefit of doubt 了，就给他们觉得他们可能是这个好心的，但是好心呢是做坏事。他以为这样做才能够帮助这些外邦的信徒，其实他是确实把福音改了。为什么保罗这么坚决的反对呢？因为这样的教导呢，就是把主耶稣的教导曲解了。那按主耶稣自己的教导，不错，他说我来不需要废掉律法，律法一点一划都不能够废去，都要成全。那问题呢，关键呢，就是在成全这个字。成全，耶稣不是叫我们去守律法，乃是叫我们去成全律法。分别在哪里呢？守律法就指遵守律法下面的条文，就是遵守律法字面的意思。成全律法呢，就是要满足律法的要求，就是遵守律法的真意。举个例你就明白了。耶稣自己说了，用这个例子，耶稣说律法说你们不可以杀人，但是我告诉你，要是你骂弟兄呢，你就等于杀了他，你就犯了这个不可杀人的律法。因为不可杀人，你刚才按照字面不杀人，耶稣说这个不足够了，你要心里面不要杀他，不要把他的名誉侮辱了，你是杀了他的人格，这个也就等于杀人。所以这个能够守律法跟成全律法呢，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问题，但是呢有一个小小的分别，但是我们要弄清楚。守律法就是用自己的力量、自己的意志、自己的决心去做，这个是守律法。成全律法呢，唯一的方法就是倚靠圣灵，此外别无他法。因为成全律法真正就是耶稣来到世上要做的工作，要完成的工作，也就只有他能够做得到，我们人没有办法完成律法的。但是保罗说，当我们在基督里的时候呢，耶稣所成就的就等于我们能够成就的。所以我们是跟着耶稣，在耶稣里面他能够做了什么，就等于我们能够做了什么。所以我们要成全律法，那是神的要求，我们要成为完全，好像天父的完全一样。一人都不能够像天父完全一样，当然不能够。但是要是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就能够了，因为基督做到，我们在他里面就能够做到，不是我们做，乃是他做。所以呢，这保罗呢在这里非常强调这个在基督里这个的概念。另外一个就是说，在基督里呢，就是等于我们完全就依靠圣灵来掌管我们的心思意念、生活行为啊，这个是同一个的概念。那你请留意啊，保罗在这里呢没有反对犹太的信徒继续去守他们的律法，因为守律法呢，对一个犹太人来说呢，是他们的身份的标志。犹太人
是犹太人既定的生活习惯。犹太人守律法不等于表示他们要靠律法得救，也不是因为他要靠守律法而得到什么格外的好处。但是如果我们要求一个外邦的信徒来遵守犹太的律法，就等于说单单信耶稣是不足够的，问题就是出在这里了。但要记得，保罗自己绝对没有轻视律法，他一直的在强调律法是良善的，是圣洁的。但是因为基督徒在信主之后，我们仍然住在这个败坏倾向犯罪的肉体当中，信徒无论是外邦信徒犹太的信徒，都根本上没有能力靠自己去承传律法，没有人能够可以靠自己的力量，靠自己的意志去彻底的克服肉体的沉郁，并满足律法所有的要求。只有圣灵才可以征服肉体的情欲啊！这个是加拉太书第五章保罗有非常详细的讨论啊。这个等到我们读到这一章的时候，我们再详细的跟你们来分析一下。保罗在这里清楚指出，这个仅存的律法啊，仅存的福音是包括两方面。首先，信耶稣是基督，这个是福音的入门，第三章啊，这第二节、第三节这就是说啊，这个是圣灵的工作啊。我们都知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常常说啊，我传是基督的力量，信不信是圣灵的工作，对不对？我们都知道这个的。所以信耶稣是基督，这个就是圣灵的工作。但是保罗再多讲一点，成为信徒之后，我们还要过一个得胜的生活，这个是福音不可以缺少的一环。保罗第三章说，我们既从圣灵入门，如今还要靠肉体承传吗？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靠圣灵入门，也要靠圣灵来完成这个救恩。是我们去完成的救恩呢？当然不是，这个救恩耶稣基督早早已经完成了。但是要是我们要得到这个救恩，以及留在这个救恩的里面呢，我们唯一的办法就是依靠圣灵。我们要常常在基督的里面，我们就不会掉掉这个救恩。要是我们半途而废，我们这个跟这个福音呢就没缘了啊，我们就从这个福音里面堕落掉下来。这个是保罗为什么常常这样强调，我们要是过一个得胜生活，就不能够依靠守律法，只有完全依靠圣灵才可以得到。依靠圣灵是保罗的神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石啊，这个他的也是他的神学的精华所在。在其他的书信，他不是用依靠圣灵，不大用，他是用在基督里，其实是表达同样一个观念。这个呢，在基督里依靠圣灵，真正就是加拉太书的主题的信息，就是信主之后，我们要唯有完全的依靠圣灵，我才可以活出一个新人的新的生命，新人的样式。那这也是保罗跟那些提倡啊，我外邦信徒还要守律法的人的主要的争辩的地方，就是我们不能够靠自己去守律法，而是要靠圣灵去承传律法。因为如果成为基督之后，我要想靠自己去守律法呢，我们就是抹杀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的功效。
因为当我们接受了十字架的救恩的时候呢，我们已经是个新造的人。这个是保罗在以该太书第二章的二十节讲得清清楚楚的、啊、这里也有个泡泡给你看到，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当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就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我们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我是活在基督里，这个就是在基督里的意思了。以后什么事情再不是我来做主、啊、这句话要是你能够背在心里面，常常提醒你自己，我今天虽然好像看来我还是在还没有受洗之前那个同样 的人，对，这个臭皮囊啊是一样没有变啊，只有越来越老，但是里面是更新的，我现在是一个新造的人啊，这个是我们入眼的看不见的，但是这个确实事实。因为保罗就说，我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看来是我，但是其实不是我，因为圣灵在我中，在我里面，基督在我里面，基督透过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就是三而一的神是在我们里面啊。以后做什么事情是他说了算，我只为了执行圣灵提醒我们要怎么做。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这个金句你们应该背好、啊、下个星期、啊、下一期我见到你们我就问你加拉太书二章十二十节是怎么说的，你能不能回答呢，你就请我吃饭、啊、这个呢有个秘诀的、啊、以前呢、啊、我小的年轻的时候我就跟着一个 很好的一个老牧师、啊、林道良牧师、啊、他是一个德高望重的这个、啊、这个神的仆人啊，他也是啊，台湾那个中华神学院的院长，也是在罗省啊，美国罗省这个华人教会的主任牧师，做的很多年，非常工作非常有效。他就常常要我们背金句，他说你背金句了，但是你背金句很难的啊，有时候很多，但是他哎，你要唱金句，你把它成为一个歌来唱，你就永远不记得了。所以我呢就从那个时候呢我就学会怎么唱这句，所以这句话呢洋溢了在我心里面。哎，你要学怎么唱啊，啊你要学了跟我唱啊，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在我里面活啊，这个可能就太高了，我低一点啊，低一点，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活在我里面，为我里面活。你要记得这个，你常常知道，今天活在的不再是旧的我，乃是一个重新的我，这个是有新生命的我，有圣灵内住的我，有圣灵掌管的我。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在我里面活。感谢神，让基督确确实实的活在你的心里面，你也感受到他是在你的心里面掌权的。让我们一起同心的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透过保罗这个、简单的加拉太书，让我们更加明白福音是什么一回事。不但是我们要信了耶稣，不但是我们要成为、信徒，而是信了之后怎么样一生一世的活在你的话语的里面，我们怎么样活出一个得胜的生活，不是靠我们人做什么举止。保罗说，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却是由不得我的。
人有软弱的，但是感谢神，你赐给我们要圣灵，我们只要依靠圣灵，我们就能够胜过肉体的软弱，能够克服顽境一切的困难。神呢，你赐给我们这个圣灵，就能够保守我，圣灵保惠师常常提醒我们，不单是提醒我们，而是给我们力量能够胜过。神呢，我们谢谢你。神呢，让所有已经属于你的弟兄姐妹都能够享受到圣灵这个同在的恩典，也让那些还在误度的朋友们，他们也是希望得到这个非常非常好的圣灵的帮助。神呢，就将每一个今天听到的弟兄姐妹都放在你的手里面，每一个朋友都放在你的手里面，你的圣灵开始你的工作，感动我们，让我们快快的接受这个福音，快快的乐意的活在圣灵的保守、圣灵的掌管的底下。谢谢你听我们同心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以下是我们奉主的名一同来领圣餐的时间，请受洗的弟兄姊妹把你预备好的饼和杯拿出来，我们奉主的名一同来领圣餐。请大家翻到哥林多前书11章23节到29节，我们一同来读有关圣餐的真理。哥林多前书11章23节，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那我们刚才读的经文特别的教导我们，在领圣餐、领主的饼和杯之前，要来到神面前自我的省察，来认罪悔改，然后呢再来领主的饼和主的杯。所以我们就奉主的名一同来到神面前做省察和认罪的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爱我们，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你就为我们死，你也知道我们在撒旦的权下有多年的生活，罪的权势、罪的影响时常的影响我们，所以求主你赦免你的孩子，他在肉体的情欲、今生骄傲还有眼目的情欲诸方面得罪你的地方，在心思意念方面得罪你的地方，求主你用你的宝血洁净，也挪去他生命中不合你心意的，让主你自己的生命来替代，你这样的来祝福我们众人，也祝福我们以下能够领受主你的身体、你的宝血，让我们在神面前可以重新得力量。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圣名求，阿们。
那请弟兄姊妹拿出圣餐的饼来，我们奉主的名一同来祝谢。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为着我们的罪，为着救赎我们来到世界，你的身体为我们掰开，你的宝血为我们流出。主啊，犯罪堕落的是我们，但是受刑罚的却是你。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我们今天特别的来到你的面前来纪念你，求主来祝福这生命的饼，让我们领受如同领受主你的生命，让你活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我们如此的祈求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好的，请弟兄姊妹凡是受过洗的拿出这个饼来，我们奉主的名一同来领受主的身体。饭后又拿起杯来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为你们众人而流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主。是的，主耶稣，你为我们上十字架之前曾经受了很多的羞辱，受了很多的鞭伤。主啊，当你的宝血一滴滴流出来的时候，就洁净我们所有的罪，使得我们可以脱离这个罪的捆绑，脱离罪的辖制，让我们可以在主的里面来得到自由。是的，主，我们也要感谢你，因为你不仅为我们受死，你也为我们复活，而且你应许我们，赐给我们这样的能力，就是我们可以靠着主，也同样的胜过死亡，胜过罪，可以在主你预定的日子，让我们也同样可以变成不朽的生命的样式。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这极重无比的恩典，求你的圣灵启示我们这宝贵的救赎的恩典，让我们也学习来爱我们的天父，爱我们在天父右边的主耶稣基督。求圣灵可以带领我们活在主的里面，能够在这个末世的年代成为主的见证人。我们感谢主，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感谢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的，阿们。弟兄姊妹，我们奉主的名一同来领受主的宝血。最后我们一同来做感恩的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在这个末世的年代，我们越发的知道你来的日子近了。在冠状病毒的这个淫威之下，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不是我们永恒的家。我们看到人心惶惶，但是我们感谢神，让我们可以来到神面前得安慰蒙连续。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愿你的保守看顾继续的与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同在，也求神从天上来的祝福和生命的力量继续的加添给我们，让我们可以靠着主可以打美好的仗，可以胜过这世间一切的苦难，从神那里得到永恒的平安。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感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的，阿们。感谢神借着孔牧师今天来带领我们一起学习
什么是整全的福音，如何在圣灵的带领下去践行整全的福音，让我们靠着福音入门，靠着圣灵入门，也同样的靠着圣灵的大能能够成全在神的国里面，成全福音。下面是家事报告的时间，首先要请在电脑面前、电视机面前的新朋友能够拿出您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将您的联络信息发给我们，让我们可以更多的彼此的认识。希望在九月份的时候能够看到您的身影，在我们西宣一同来敬拜神。所以我们继续的请大家为我们教会粤语堂和下个月要开始的英文堂的实体崇拜来祷告，求神祝福我们属灵的两位老大哥，求神祝福他们每一位参加实体聚会的弟兄姊妹，保守他们的平安，也让他们成为我们的鼓励。所以我们要鼓励弟兄姊妹在九月份开始的时候一同的来到教会来崇拜。从六月三十号开始，夏图已经全面的 reopen， 我们教会可能稍微能够安全一点、保守一点，就是要请弟兄姊妹仍然预备好，最好能够打好疫苗，戴上口罩，让我们可以在美丽的大堂可以保持社交距离，一同平平安安的来敬拜神。那我们能够在9月5日可以在长时间没见面之后可以彼此的打招呼，彼此的问候，一同的来敬拜神。那我们在8月的第三个礼拜就要开始在大堂进行这个 stream， 就是直播，希望呢我们能够得到足够的同工，请大家为我们直播或实体聚会、实体崇拜来祷告，也求神赐给我们大家足够的信心，能够在美丽的大堂相聚一起，我们一同敬拜神，也求神祝福我们每一位。最后请大家继续的为我们中间的新朋友祷告，有些是我们在上半年的英语这个 project 里面认识的新朋友我们在七月份还会认识一些更多的新朋友，求神赐福他们，也赐给我们有机会跟他们分享福音，也请大家为最近接受主做了接受祷告的两位姐妹和报名接受洗礼的弟兄来祷告，求神赐给他们恩典，赐给他们信心，也求神祝福我们普通话的崇拜可以将福音可以传出去，将整全的福音传出去。我们以下是奉献的时间，我们一同来读奉献的经文，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的。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做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哥林多后书九章六到七节，愿神祝福我们弟兄姊妹的奉献。下面我们一同来领受神在圣经上所应许的祝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父神的慈爱、圣灵保惠师的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愿主祝福我们弟兄姊妹平安。